不可能，这节目我不想录了，真的。是不是推理不出来？没有，没有什么逻辑，这蚊子应该是猪猪的。啊？没有吗 ？OK， 他是不是不会用啊？没有人给他留。OK。 要不要这么严肃啊？怎么会呢？没有人给他留，这是我们选择菜菜是没有人给他留的，对。 Hello， 菜菜你好，猜猜不错，你猜到我是谁吗？这里是猪猪，哇哦！跟他玩了一天，在摩天轮下面录给的是菜菜。Hello，菜菜你好。哦吼！嗯，其实说实话吧，对你的第一印象没有特别好，因为当时你进来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小高冷。 所以我当时觉得你应该不是我很想接触的类型，但是吧，后面在车上我们有聊天，然后我觉得你其实还是一个话挺多的小男孩。我有点菜。说说。然后发现我们有挺多一些共同的特点吧，比如说你很喜欢吃酸的。我可以面无表情的吃柠檬。 我能尝尝吗？其实就是这样子。如果我对谁有好感、喜欢谁，我就拼命会找我们俩的共同点。然后还会觉得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对。然后你说你很喜欢尝试一些比较刺激的项目，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后面也可以一起。感觉他挺开心的样子啊。他好像嘴角压不下来。压不下来 ，AK 都压不下来的嘴角。嗯，然后就是在车上一直在唱歌。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吧，所以我想说，如果用一句歌词形容我的话，你能想到什么呢？嗯，差不多就是这些了，拜拜。我会学的是，可爱迷人。 这是哪句歌词？可爱的人，你认得可爱你人。真的无法完全揣测人心，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。一定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对。他应该是那个蚊子给他吧？啊。你要再尝一下。一起尝一下。可以。哎呀，能，请你跟我拍个照。 我们在这儿里合照一个吧，到底是谁？没人给吗？空的，他应该在听吧。啊！哇！不可能！这节目我不想录了，真的。是不是推理不出来？没有，没有什么逻辑，这。去吧。 蚊子和猪猪玩一天，两个人啊！你好啊，我是蚊子。这。 我是蚊子，你应该很惊讶吧？没有想到是我给你留言吧？我们很惊讶。嗯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其实没有什么语言上的交流。今天在选那个地点的时候，因为我先选的那个味道嘛。我对这个就是味道挺好奇。其实我挺就是关心。 大家就是会怎么选择的？我想去声音。你去味道是吗？
啊，那我就喂到了。其实是想着就是跟你一块儿啊，所以还有，这肯定是那个小庄啊。对啊，他们俩应该是双向。Hello， 青青，我是小庄，我是小庄。在车上和在教室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真的好严肃啊。为什么还是三分之一啊？他既然加了个姓名嘛，就肯定有坑。加了姓名，他性别又没改变。但是今天下午在玩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你笑起来还是特别特别好看的。哇，好美啊！小孩。那就是我们也约定好，你可以多笑笑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份笑也变成一个笑话传递给我们大家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笑话？我也讲笑话。变成一个笑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当我是个笑话？迪哥你来吧，你都很难做。我都听不懂。是，本来还挺温馨，挺感动的。真的。他怎么没套金锁？这套可能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。很抽象的问题。要不我做一个表情吧。啊，行，好，挺好，挺好，也很可爱啊。极限了，极限了。哎呦，笑得好可爱啊，说还挺甜。What？ 不是，关键木木心想，刚说怎么画一个什么行李牌，这不是怎么突然来这个？木木心想啊。你好，小庄，我是青青。耶，对，青青，小庄，对了，今天是我们见面的第一天，也是本次旅行开始的第一天。早上的自我介绍我说的真的非常拉垮，我能感觉到你在努力的去回应大家，也想活跃大家的气氛，让大家尽快的融入到一起，所以我也很想积极的去回应你，可能说话的方式有点毒舌啊，会让你觉得我在怼你，但其实并没有。就我们吗？还是好像是竞争方式。能说话，我要摆 pose 吗？不用。哇，他俩好配啊，一个静一个动。后来想想，我应该是不太能把握好这个度。在这里我想先给你道个歉。如果你以后发现我又有在怼你的情况的话，请你站起来狠狠地瞪我一眼，这样我就知道，我有点过分了。今天的问题是，听好了，庄明如，我现在要开始怼你了。庄明如直呼大名了。是谁会买这么幼稚的行李箱啊？而且不实用，又重。这个好甜哦。当然是我。怪甜的，怪甜的，怪甜的。磕到了，磕到了。磕到了。但是还有一点就是，我觉得。一切美好东西是不需要道歉的，一切美好东西是不需要道歉的，就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加分加分，哎，太加分了。今天听完了都，走吧 ，Let's go。文字，找你拿照片。能。